小子，就你那点修为，也想伤到老夫？别做梦了！以为自己躲在龟壳里就安然无恙了？哼哼，这小子不会是想进入大阵来和我厮杀吧？不好！ 什么鬼剑法，竟能凌空御剑和我战斗！ 人魔，可恶！好在修剑没事，怎么可能？臭小子，少得意！现在轮到你了。 别反抗了，快快解开阵法，交出血灵火和古南都秘籍，或许本座可以饶你一命。你以为你无敌了吗？竟然炼化了本座的青莲血灵火，这些年。 我为了壮大这青莲血灵火，什么世面没见过，可为何这小子？火炼虫？难道这是传说中的火炼虫？火炼虫比十七亿还要更为可怕。此人身上为何竟有如此多的奇异灵虫？哼，你竟然知道火炼虫？哼，既然认出来了是火炼虫，还不投降认输？ 只要你现在投降，本座可以暂且饶你一命。就凭你也配饶我一命？你找死！青莲妖火不信，本少就不信，一听血脉也不信。 什么？